接下来的是品冠，想要回避的是零七幺三组，但是迎战他们的对手有零七幺三组，偏偏他们选了我们要迎战。啊，我们最不想 fight 的就是零七幺三，长沙算是他们的主场，底下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支持者，所以我觉得哇，这个太硬了。没关系了，应该不会抽到他们。就是现在有三组，里面可能会是你们想要迎战的舞蹈组，但是也有可能是张栋梁、李玖哲、徐良这一组，当然也有可能是零七幺三组。结果抽到我们了，来吧，冠哥。谁？谁？哎呀！来吧！所谓的墨菲定律吧，越不想碰到的对手就越会碰到。你们厉害，我们超爱，品质为上，绝不客气。嗯，绝不什么？绝不客气。哦，绝不客气。